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81面，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从长寿这看起啊。长寿者，长生也。世间也有长生之事，为真无生，则不生不灭，故立世间生死，方是真长生也。这一句话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理念。学佛的人知道诸法实相，般若经上常说的，说的很多很多。诸法是宇宙之间的一切法，实相就是真实相。真实相是什么呢？真实相就是说，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在自性里面完全没有。完全没有啊，这才叫长寿，这才叫真正的无量寿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生命。有生有灭，那个长寿是有量的无量寿。不是真的。所以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自性。这地方给我们说得很清楚。世间设法界里面那我们一般所能体会到的是六道轮回，六道世界实在是包括设法界四圣法界，这个设法界都叫世界。设法界里头具足这三种现象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世间有。要超越这个世间就没有了。三种现象了不可得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要把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搞清楚，你事情就解决了。三种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幻象，金刚经上说它叫梦幻泡影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真搞清楚之后了，你的方向要向着自信。这叫正道，偏离自信呢，这叫邪道。你偏离了，偏离了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如果你是正道呢，你肯定这一生就成就了，永远摆脱掉了。所以要知道啊。我们的肉体是物质现象，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想象是精神现象，这都不是真的。这个东西有生有灭，生灭的真相我们也看不出来，所以
为佛知之啊，这个事情凡夫不知道啊，只有佛知道啊。释迦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我们听了，我们好像也知道了。我们这个知道是道听途说，不是自己的心量境界。所以虽知道了，得不到实用。啊，如果真的知道了，契入这个境界了，给诸位说，他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了。啊，了生死是明了生死的真相，假的、空的，像做梦一样。啊，做梦的时候生，醒过来就死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时间呢非常短暂。啊，一弹指有320兆啊，这一弹指，320兆什么？320兆个生命。320兆次的生死，这叫真相啊！啊，所以有没有生死？没有生死。啊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现象看错了，这现象到底是什么？前面我们读了一句话，很现实，交代的很清楚。啊，我们过去我常常把它称作为相似相续相，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，叫不断之物，不断的就是相续，相续的是什么？相续的是无啊，这个无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不可得，毕竟空无所有啊，这是无啊。600卷大般若我总结起来啊，佛给我们说什么？说诸法实相，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无所有，是毕竟空，是不可得。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，啊，菩萨真明白了，什么叫真明白了？它起作用了，起什么作用啊？它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恢复了，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一切法全都放下了，全都放下，清净平等就觉现前了。啊，所以知道是解悟啊，放下就证悟啊。啊，解悟不得实业，真实的利益得不到，真实利益是就是不生不灭了，你真的无生了。啊，解悟是从佛菩萨那里听来的，我听懂了，我明白了，我不怀疑了。啊，下面的事情佛帮不上忙，这是自己事情，自己要放下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就总放下了，就成佛了，一切放下了。啊，起心动念还有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是菩萨。你超越六道轮回了，没有超越十法界。
啊，必须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就超越十法界，真的无量寿了。啊，所以长寿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不是这个身体，身体有生有灭，身体不生活。啊，我是什么？我是我的灵性。啊，灵性没有生命。灵性在外面游荡，叫做游魂。啊，灵性如果回头了，回到十报图了，这叫菩萨。最后回归自性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只有妙觉才称之为佛。啊，妙觉回到常寂光了，回归自性了。常寂光就是涅槃。啊，涅槃就是涅槃。圆证三德之至果也。啊，三德。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啊，这三种东西通通真的，这三种东西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法身是能生能现，般若是本具的智慧。等等啊，解脱是在一切诸法里面得真正的大自在了，没有任何约束了。啊，过去什么东西约束你呢？烦恼。烦恼约束你，啊，见识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现在烦恼统统没有了，你们有觉悟，得大自在。啊，这个大自在就是真的我，这不是假我。啊，所以化身有常乐我净，这叫四德。般若也有这四德，解脱也有这四德，就我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啊，般若、法身、解脱，统统都有。啊，那个我是真正无量寿，那个我是真正自己，这个我是假我，要认识清楚。啊，假我是无常的，刹那刹那无常，念念生灭。你决定掌握不住，你决定控制不了，你决定得不到。啊，灾难来了，身舍掉了，我没有舍掉。真我在呀！啊，真我迷的时候叫灵魂，觉悟的时候叫灵性，灵魂灵性是一桩事情。啊，都是真我，一个在迷，一个在悟。啊，不同在那个地方。啊，迷悟不同，祸福。不一样啊，觉悟了是得大福报啊，圆满的福报啊。那迷的时候要受苦受难，啊，虽然苦难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，啊，十法界是假的，六道是假的，
啊，三途也是假的。啊，你迷的时候，你做噩梦，噩梦里做梦的时候。啊，境界从哪里来的？这佛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要能记住。佛门的术语，要时时能提得起观照功夫，就得受用了。啊，所有的现象从心想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所以有人说大灾难来了。啊，天忽然变黑了，时间多久呢？一年半载，这时间太长了。一年没有阳光，一片漆黑，不但动物不能生存，植物都不能生存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我们现在知道，火山灰也遮住阳光啊。地球上这些超级火山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有十多个。啊，大多数啊在海底。啊，地面上很少，地面上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黄石公园，超级火山。啊，科学家估计，我们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，科学报告，这个火山要爆发，火山口多大呢？长45英里，不是公里，是英里。啊，45英里长，35英里宽。应该有一个都市那么大。啊，火山灰升到空中，估计是20公里啊，火山灰上升20公里。2万公尺。啊，现在一般远航的这些飞机。啊，高度是多少呢？10公里，就1万公尺。啊，在这种高度，那在火山的灰的当中啊，啊，这个火山灰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它影响的范围，直接影响范围1000公里。啊，1000公里之外呢，这火山灰会绕着地球转，跟着地球的风，啊，太空当中这个气流，这个灰吹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就一片漆黑，那完全看风向了，风怎么吹了，啊，这个灰要通通慢慢落在地上散掉的时候，大概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。啊，你才能看得到太阳。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？啊，在地面爆炸，海里面像这个超级火山，如果要爆发的话，像黄石公园的火山，估计海浪多高啊？
一千公尺，就是一公里。这个海浪，就是现在讲的海啸。啊，不是多少公尺的海啸，啊，是一公里，就是一千公尺的海啸。啊，这个海啸扑上海岸，就冲上海南海岸，可以影响多大的范围呀？啊，直径200公里。也就是你这个陆地距离海岸直径200公里是安全地带，靠近海岸200公里之内的都不安全。我们学佛的人遇到这个怎么样？还是一样笑笑，若无其事。知道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灾难当中的时候，这个生死了呢？生死了，我没死啊。啊，佛家讲神实在啊，中国人说灵魂没死啊。啊，你永远要记住。你的心是定的，心是清净的，不受外面境界动摇，你自己能做得了主。我想到天堂，他就升天堂；我想到极乐世界，他就到极乐世界。自己能做得了主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一慌一乱，一惊慌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做不了主就随业受报。那一般都到三途去了。啊，所以这种现象现前呢，不能说好，也不能说坏，好坏都说不上。啊，它是一个转化点。我们转到哪一道去？转到什么境界去？啊，可以转到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。转到佛法界是回归常寂光，那是需要很深的定功，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。这个时候。他就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如果还带着有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啊，他肯定到诸佛菩萨十宝庄严土。为什么？那个境界他看到了。啊，那么再其次的。如法修行的这些人，功夫没有成熟啊，但是修行的功夫很得力，心地也清净，也慈悲啊，这些人都到天道去了啊，天道上面声闻缘觉菩萨。这都是他们的去处啊！如果还带着情执，还带有自私自利，还有贪嗔痴慢名闻利养啊，那这就到六道去了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这些事实真相啊，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详细啊。
我们要记住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提得起观照功夫。啊，它起作用，不是学了没有作用。啊，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，境界，时时刻刻能提得起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佛说得好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肯定宇宙万法跟自己是一体。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观念如果你真有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地球怎么个变法？对你都有好处，都是帮助你向上提升。啊，如果你不了解，你有很深重的情执、贪生怕死，你就往下堕落了，那就下三道了。啊，那真正了解之后，你的心态就转变了，啊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真正像佛那样的大慈大悲，怜悯一切众生，普度有缘众生。啊，所谓有缘的，就是认识的。啊，凡是你所认识的众生，你接触到的众生，你都会想帮助他。帮助他最重要的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明了事实真相，让他在大灾难里头不惊不怖。啊，心是定的。啊，只要心是定的，一点都不散乱，在灾难的时候，就会有诸佛菩萨来帮助他，有善神来帮助他。啊，你心里乱了，佛菩萨加持不上，他就不来了，那就随你去吧。啊，你是定的，心是定的，是清净的。啊，这中国古人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啊，谁助你啊？诸佛菩萨帮助你，天地鬼神帮助你。啊，那么涅槃长寿，就净宗而言呢，即究竟即光也。长寂光净土啊，长寂光净土是大般涅槃，长寂光净土是真正的无量寿啊！这个在前面我们就学的很多了啊。长寂光里面，摄身摄土都是一桩事情。长寂光就是灵性，啊，灵性非物质现象，非精神现象，非自然现象，啊，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。啊，科学跟哲学都必须要研究对象，有对象他就有办法。啊，他三种现象都没有，所以科学哲学达不到。啊，科学所用的
眼耳鼻舌身，这些所用的第六意识，自信、真心、常寂光土，它没有这三种现象，能生三种现象。那么起心动念呢？能把自信所生所现的一切现象，让它产生变化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：“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这是指什么？指十法界一真庄严。设法界的现象不是自信所生所现的，自信所生所现的是十报土。把十报土变成了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甚至变成了三途。都是我都变出来的，谁变的呢？念头变的。善念变善道，恶念变恶道。谁变的？自己的念头变的，与别人念头不相干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所以我们是一生。或者讲生生世世所受苦乐之报，不能怪别人，完全怪自己。都是自己愚痴蒙昧呀，随到外面境界所转。起心动念，起这个心有善有恶，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，恶念变成三恶道，善念就变三善道。统统是自己变现的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现在佛教给我们，我们在现前这一段时间里头，这段时间不长，我们应该怎么变？变阿弥陀佛。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，这是善中之善，无比殊胜的大善。我们遇到了这个语言太殊胜了把握一定要靠自己，什么人都帮不上忙。佛菩萨不能帮助你，你的父母老师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帮得上，全靠自己。把自己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，你就对了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换心
换心的意思，就是心里头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都把它清除掉，通通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叫换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一换了，一切都换了。啊，我们所谓是起心动念的一切行为，啊，言语行为都是心在那里支配它，在智慧它。我们心是阿弥陀佛，那就全变成阿弥陀佛了。啊，言语变成阿弥陀佛，行为变成阿弥陀佛，这样才必定生净土啊！啊，像阿弥陀佛一样慈悲呀，广度众生呐、啊。众生不是外人呐、啊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啊，比一家人还亲，一家人都不是一体。啊，一体是什么呢？一体是我们眼耳鼻舌，里面五脏六腑，统统是自己。你能不爱护吗？你能跟他对立吗？啊，你能把他开除掉吗？那不可能。常常想到这个，你是真菩萨。常常想到我、你、他，这是凡夫。为什么我、你、他这种分别执着是六道的根呐、啊？六道的根丢不掉啊，你永远脱离不了六道。啊，佛菩萨苦口婆心的，天天讲，天天劝，留下这么多的经典，可是我们看不明白，听不清楚。啊，仅仅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佛教的种子善根，如此而已。日常生活全用不上啊！啊，还是烦恼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当家做主，那这个灾难现前，你都要受了。啊，念头如果一转，转成阿弥陀佛，你就不受了。啊，不受是什么样子呢？不受是你在旁边看电视、看电影，你看地球上所有众生在表演，你在旁边看。啊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！当局是表演的，表演的人迷惑啊！啊，旁观的人与他不相干的。他看得很清楚啊！我们在灾难临头的时候，是愿意做表演者，还是愿意做旁观者？啊，做旁观者，你得跳出来。你才能做旁观，你跳不出来，你在里头表演。啊，所以旁观的人看到哈哈哈大笑啊！啊，表演的人惊慌失措，苦不堪言呢。我们看底下一段，这就是总结。本品，光明善恶果报。啊，光明是详说，说得很详细啊。啊，说明善恶果报，观经三福中身心因果。
啊，这一句话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特别强调。啊，因为我学观经的时候，这一句我搞了两三个星期才把它搞清楚。因为深信因果这一句它放在第三佛里头我就不懂了，它要放在第一佛我一点都不怀疑啊，因为第一佛是凡夫，你劝凡夫深信因果没问题，我们很理解。第二佛是小乘，你要劝他做深信因果也能讲得通。第三佛是菩萨了，菩萨难道不相信因果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这就把我搞迷糊了，晕了两三个星期。啊，到后来怎么搞懂的呢？这因果不是别的因果，不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，我们六道凡夫都懂。啊，这因果是什么呢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个因果真的很多菩萨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他的意思深呐、啊。同样一句话了，你看对什么人讲啊？净业三福放在幕后是对菩萨讲的，啊，劝菩萨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四句话对菩萨讲的。那四句前面三句我们不会怀疑。啊，对菩萨讲发菩提心正确。啊，二乘人不发菩提心，菩萨发菩提心。啊，二乘人不读诵大乘，也不会主动去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对菩萨讲这个。菩萨要读诵大乘啊，像李老师当年教给我们，不但要懂佛法，还得懂世间法啊。懂佛法你讲经七理，懂世间法你讲经七机啊。如果七机七理不七机，这些解行不通，你没法教化众生啊。众生不接受你的教化，你弃机不弃理，众生虽然很喜欢听你的，但是你所讲的东西不是正法，邪法，把人都引到错误地方去了，因为你不修大乘，所以菩萨要光修道。事出事发都要通达，你教化众生才圆融无碍呀、啊！啊，这才叫菩萨了！啊，可是话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李老师举例告诉我。就是佛法大藏经，这大藏经你能够念通吗？念不行的，要通才行啊。啊，那世间法它是不算别的吧，就算中国一套老书四库全书你能通吗？这几句话呢，就把我们吓退心了，不敢大妄想了。
啊，最后老师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，行，可以通。啊，通世间法，通出世间法。啊，用什么方法通呢？不是去学，不是去念，用感，感应，感通。啊，拿什么去感？拿真心、真诚心，可不能用妄心。妄心所感的是六道，妄心所感的是妖魔鬼怪，不是佛菩萨，连正人君子都不能感动。啊，所以妄感的一定是邪门外道，啊，妖魔鬼怪，他来引。啊，诚还不够，真诚到极处，这老师送我的至诚感动。真诚到极处，你自然就通了。为什么？这个道理啊。我们细心去思维，可以体会到，你是真心，佛也是真心，菩萨也是真心，圣人都是真心，没有丝毫虚伪，真心跟真心起感应，啊，妄心跟真心不起感应，啊，真诚。自自然然能感动人，真诚，别人来问你问题，你也没去想，也没说，自然就能够应答，而且答得非常好。真诚心去讲经，啊，事先预备准备这些东西，上台之后可能完全用不上，那个智慧不知道从哪来。啊，这一座经讲完之后，啊，听众听得很欢喜，啊，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啊，从前没有录音，没有录像，现在有录音，有录像，自己看看也很欣赏，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？啊，这是我讲出来的吗？啊，你们看看，地贤法师当年讲经，姜维农、蒋维桥这些居士，啊，给他写笔记，他们在听，听的时候记下来，啊，讲完之后，规矩是把自己所记的东西给老和尚看看，啊，老和尚认为不妥当的，把它修正一下。啊，这个笔记印出书了，叫《圆觉经清文记》。圆觉经讲记是地仙老和尚自己写的准备的笔记。啊，他讲的东西笔记很多都没有的。啊，清文记听众记录下来。老和尚看了他们这记的笔记，问他。这话是我讲的，是啊，我怎么会讲这么好啊？这就是感通啊，不是妄心啊，真心呐！啊，真心利益众生，真心帮助大家破迷开悟。所以你在讲经的时候，三宝加持，等于说三宝借你这个身体，借你这张嘴巴，他在讲东西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
啊，那么这个境界，凡是常常上台讲经的人都有，都会有这种感触。啊，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的。啊，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。啊，心越真，加持的力量越大。啊，就像印祖所说的，你一分沉静得一分加持，你十分沉静得十分加持，你百分沉静得百分加持。啊，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，他那个不是加持，他那是见性，那个另当别论。啊，见性是他入佛境界了，所以身心因果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。啊，我们真的相信，念佛就成佛。啊，念阿弥陀佛，你将来成的是哪一尊佛？就是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无二无别。啊，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佛。诸佛都赞叹他，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舍王。我们以他做典型，以他做榜样，以他做模范，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。阿弥陀佛欢喜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。啊，所以三福当中，身心因果一正，以此为全也。啊，三福给这一品经所讲的一个意思。啊，那这一品经就是身心因果的细说。世人于此不懂因果，对，特别是近代。我这一代比现代这一代好多了，虽然不是很深信，但是不排斥，不会批评他。还好教啊，现代人不好教啊，他不相信啊。他批判你说你是迷信啊，说你不合科学，所以或更狂妄啊。我们那个时代愚痴不重视因果，现在更狂妄，不无因果，排斥因果，说因果是宗教，说因果是迷信，说因果是骗人的。对于今天的社会，诸佛菩萨了如指掌啊，他太清楚了。啊，故诸经中啊，反复教诲，啊，时时刻刻提醒你。你不相信？啊，我在此地看到这一句，自然就想到张家大师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
我不重视戒律，啊，我有个错误的想法，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。释迦牟尼佛是3000年前的印度人，啊，3000年到今天，古今我们生活方式不相同。啊，我们怎么可能去过3000年前的生活？啊，去守3000年前的规矩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你看我这个歪念头，啊，还挺有道理的，他不接受啊。啊，那么在空间上讲，我们是中国，那是印度。我中国人有中国人生活习惯，有中国人文化，那怎么可以就用印度东西呢？用印度3000年的东西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我虽然不敢跟张家大师辩论，啊，我心里有这个念头，那个老人都看出来。啊，所以他也不勉强我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着我，啊，可是他用的技巧，就是我每一次去看他人，他都会送到门口，啊，在门口的话，他会叮咛一句，戒律很重要，啊，轻描淡写说一句，也不管我听不听。啊，反正每一次送我出来都会说这一句话，这就是反复教诲，慈悲到基础啊！啊，所以大师圆寂了。啊，他火化的时候专门造了一个塔，火化的塔。啊，我们有10几个人，甘珠活佛带头。啊，他是我们的老学长。啊，我们搭帐篷，在他火化塔里面，我住了3天，我有工作请假3天3夜，住3天，他们在住的时间久了，住2-3个星期。我在那住3天，就在那里想，我跟他老人家3年，他教了我些什么？啊，这样一回顾啊，哎，戒律很重要，这个呢，他讲的太多遍了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啊，我就得想他了。讲这个话用意之何在？啊，慢慢想，我想1-2个星期想通了。戒律是佛法，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。佛法是了生死出轮回之法，那它的标准就是戒律。我们世间法是社会大众生活的方式，所以三代就不一样了。三代讲夏商周，啊，时代变了，我们的生活跟着变。啊，所以这个礼、法律常常要修订，佛不能修订的，佛一修订就不能出生，不能出轮回了，它是出轮回的法了。你这一修订一改变呢，你出去了。我想通这个道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
这就接受戒律了。啊，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想，张家大师圆寂是为了我。他要不圆寂，我永远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学佛的根基就扎不稳，这个错误的观念太严重了。啊，他这一走，让我认真去反省。啊，3年，他教我什么，我学到什么。啊，这样一想的时候，这个戒律重要，真的是学佛第一桩大事。啊，这是根。这个上疏忽之后，我们这一生所学的是佛学，不是学佛。这多重要。啊，所以他住世是教众生，他圆寂还是教众生。他不这样做，我们醒不过来。啊，就我们对老师感恩呐、啊！啊，决定不能疏忽。啊，这些年来，在全世界走动，啊，看到我们佛门的同学。无论在家出家，成就都比不上古人。啊，不要说古人吧，上一代都比不上。啊，我们能够跟地仙法师比吗？能够跟印光大师比吗？能够跟地贤法师比吗？啊，像虚云老和尚，我们跟他那比不上啊。为什么比不上呢？是不是我们聪明程度不如他们呢？绝对不是的。啊，善根福德、聪明才智，绝不亚于他们。那为什么一生不能成就？疏忽了戒律，你虽然努力，你没有根。他们那些人有根，我们这些人没有根。我发现这个问题啊，所以这最近十几年来啊，普遍劝勉大家扎3个根，出家扎4个根。啊，我把这个病因找到了。啊，怎么对治呢？那就是要重视戒律，要真干呐、啊。戒律不是念的，不是讲的，要做到啊。你只要这3个根扎稳了，就有感应道交。啊，年岁大了，学来不及了，有感应。啊，我这一生讲经教学，给诸位说，10之7-8靠感应，我自己天天学习努力，也不过占1/10。啊，这个方法，张家大师不是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，至诚感通，他给我4个字。啊，我终身奉行。啊，这是世尊慈悲啊，在经中反复教诲啊，教诲我们什么？身心因果。
我们对因果信了不深，所以它不起作用。啊，依旧还造业，知道造业受报可怕，他现在还是不怕，果报还没有临头，临头害怕，后悔莫及了。现在害怕，赶快改过自新来得及。又无以悦，助欲啊，助于往生阿弥陀佛国者，啊，这是说，注释很多啊，很多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。持精进，大要当作善。如果你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大精进、禅定、持精进，这样的人往生。至少都是方便土往生，他们不是在凡尘同居土啊，我们做不到，不能具备这些条件，那怎么办呢？要当作善，上面还加个大字。大要当作善呐，别作恶。这个善的标准就是十善业。啊，大做，那就常常要做。落实十善业道这个念头啊，可不能忘记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心里头常常有十善业道。啊，第一个不杀生，绝不能伤害一个众生。可是我们有意无意会伤害自己，愚痴蒙昧嘛。啊，我们遇到善法，不肯传给别人。这就是不善呐！你自己的好处东西要是要一定要去教导别人呐！啊，别人能接受的，你要尽量的帮助他；不能接受的，你要让他知道。为什么呢？阿赖耶识给他种种子，这是不能接受的。啊，说佛教是迷信的，你有善巧方便啊。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出家人容易，人家一看你是和尚，念头里头就起个佛的念头，就给他种个善根。啊，在家同修，我手上拿一串念珠。啊，人家看到念珠，晓得这是佛，他也落个身，阿赖耶上落个种子，这叫善巧方便呐、啊！啊，能信、能解、能受的，
那我们帮助他精进。这是大善呐！啊，没有能力是没有办法了，有能力一定要帮助啊！啊，做这些事情，两个条件，一个是慈悲，一个是智慧。有慈悲没有智慧不行。你会做错事情，有智慧没有慈悲，你懈怠，你不肯干，都不能成就善果。啊，冤亲债主怎么度他？过去我在台湾讲经的时候，常常叫人。有一个老太太来告诉我，用我的方法，啊，把自己怨恨的人立长生牌位，供在家里佛堂的旁边，天天拜佛，拜完佛之后要拜他三拜。拜了三年，他来告诉我，怨恨的那个念头减轻了，但是还是有。啊，听到他的名字，看到他的人，心里还是不高兴。啊，清净平等心升不起来。问我怎么办？我说减轻啊，是减轻了。我说那你已经不错了，有效果了，继续再拜。啊，你再拜三年，你再拜三年看看。三年还有疙瘩在的时候，再拜三年就消掉了。啊，听到名字，见到这个人，不起怨恨心。功夫不够啊！啊，根性立的，有勇猛精进的，三年时间真够了。啊，再见面，他要不嫌弃，就去跟他打招呼了。啊，给他道歉，向他忏悔，能做到啊？不但你自己的冤结解开了，而且你在那里教化众生。那变成什么？变成演戏了吗？演给大家看了。你看，从前是冤家对仇、深仇大恨，现在化解了。啊，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啊，做给别人看，原佛法有这种力量。啊，这是功德事啊！啊，可是我们看出有不少很多，啊，知道错了，也不再怨恨了，愿不愿意承认错呢？不愿意，面子问题。啊，自己心里知道是不对，但是就不肯当众承认。啊，这就是讲发怒忏悔呀，不敢呢，不敢当发怒忏悔，啊，爱面子。啊，所以这爱面子是很大的障碍。啊，让你自己知道忏悔，忏不干净。啊，罪业是减轻了，没有完全消除。啊，所以他不晓得，
如果你真忏悔的话，把面子放下，不但自利，而且度人，不但自己罪业消除，功德累积了。帮助别人升起信心，感动那些造作罪业人，自己也想回头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彭吉清居士曰：“十善本为天业。”十善本来是升天的，上品十善升天道，中品十善升人道，下品十善修罗道，这个修罗是讲天人阿修罗。今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，即转天业而成净业。十善业道经里头讲的清楚佛说十善业就像大地一样。世间所有一切万物都是以大地而建立，没有办法离开大地。实际上就好像大地。你没有这块地，你什么都不能建立。所以它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。你没有它，修一切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就好像你要种植，你没有土地，你怎么种法？你要种植，一定要有土地。十善业道是大地。一切人天法要依靠它，乃至于声闻道、缘觉道菩萨道、佛道，通通要依这个大地。没有这个大地，所有一切法都不能建立。这个话说得好去学佛从哪里学习？从十善业道学习。没有十善业道，你修什么都是假的。有十善业道，用它来修净土、念佛。回向极乐把十善念佛通通回向极乐，转天业而成净业。果报就不一样了，不是升天了，是升极乐世界了。何以故？念佛之人呢，能转恶业。或有天业而不能转的，念佛的功德大，恶业都能转。哪有十善业不能转的？十善业一转，就是净土。是故，修净业者，当尽己力，自己的力，尽心众善业。这是念佛人不能不知道
念佛一定要修十善业，且所谓待业往生者，其业盖之续业也，续世我也，虽未全消啊，但丈夫本愿，即持名妙心，故可以待业往生，不跟我去。就是你不再堕三恶道了啊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待业往生，这你讲的好，是待续业，续业是过去的，啊，前世的罪业，这一生当中没有学佛以前造的罪业，这个可以待。天天念佛，天天还造罪业，这个不能带，这个带不去的。啊，或者我们再说，进一步的说，先学佛，对佛法并不了解，有学佛之名，无学佛之实。现在对佛法明白了，了解了，那你就不能再造恶业了。啊，你再造恶业，你想想，第一个，对不起自己；第二个，对不起佛菩萨；第三个，对不起父母；第四个，对不起老师。第五个，对不起一切众生。你自自然然就不会造罪业了。啊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会怎么做。真的是依教奉行。啊，所有一切善与不善，自己知道。啊，境界现前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应该要怎么做？啊，所以待业往生，要知道待什么业往生。啊，决定不待现行。下面，弥陀第二愿，所有一切众生，耶摩罗揭，三恶道中，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悉成无上正等正觉。不服更多我道，这是第二卷所说的啊，第二卷四十八卷第二卷所说的，但所谓待业，只现宿业，而绝非现行之业。这几句话是念老师的，说得很肯定啊，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，啊，天天还在造业，不行，这不能往生，啊，这把意思全搞错了，啊，你没有觉悟的时候，说情有可原，为什么？你糊涂无知，做错事情，不怪你。
啊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明知故犯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明知故犯的不能原谅你。如《涅槃经》中，广恶徒儿，这是以杀生为业的。啊，在古时候，大概就杀牛、杀猪的，一般是指杀牛的多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啊，他真的后悔了，永远不再杀生了。啊，真放下了，他就成就了。故知成佛，必须放下屠刀也。屠刀代表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他就成佛了。佛法确实是智难行易也。你看成佛，放下就成佛。啊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分别执着自然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生分别，分别生执着，这是连带的。啊，烦恼的根源是起心动念，根源断了，底下枝叶全都没有了，这成佛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给我们做实现，就是表演给我们看，菩提树下怎么成佛的？烦恼障放下了，所知障放下了。啊，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常说，他19岁离开家，放下烦恼障。30岁，菩提树下放下所执障，因为19岁到30岁这12年，他是广学多闻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所执障啊，他完全视现为一个现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。啊，知识分子啊，2种长都重，啊，而所知障比烦恼障还重，这知识分子毛病。啊，2种障碍都放下，他才能成佛。啊，做给我们看的。啊，2种障碍都不能有啊！啊，2种障碍都是染污。啊，都是分别。下面说，若行人习净。修清净心啊，习净是修清净心，一面念佛，一面作恶，如是修行，决定不能往生啊。也就是说，他决定不能得清净心。
往生真正的条件，你不能不知道。心经在佛土经呐，为什么呢？记住，世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清净，外面一切人事环境清净，物质环境清净，没有一样不清净。道理在此地，净土从哪里来的？自己清净心变现出来的。佛给我们做增上缘而已。啊，佛的土清净，我说他心清净，我们心也清净的，跟他的清净心没有界限，所以我们的净土跟佛的净土也没有界限，是一不是二，是一体的。这往生的道理建立在此地，啊，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境界。这个世界怎么乱，灾难怎么多，对我们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啊！啊，刚才说的了，灾难是在表演，觉悟的人是在旁观，是看戏的，不是演戏的，看戏的。啊，他在欣赏。啊，欣赏什么？自信跟阿赖耶的变化，他在欣赏这个，要绝了。啊，比欣赏艺术表演，那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呀！再看戏啊。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只有自私的心、轮回心，看事情才会生烦恼。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怎么会生烦恼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我们要学菩萨，永远用清净心、平等心来看戏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在我们面前表演。啊，如果我们心一有染污，啊，有分别、有执着、不平等、有好恶了，那就不是看戏了，去演戏去了。你就上了舞台去表演去了，你不是旁观的啊，你受了影响了。又有以行善为人天成而亲之者，啊，真有人呢。把行善这个事情看作什么呢？看升天。啊，唐朝了科禅师以吹不毛是弟子会通，弟子悟入，啊，了科禅师住在哪里？杭州西湖，他在树上搭了个小棚，啊，他就住在树上，他没有道场，所以像鸟一样，树上做个窝，
所以人他称，大家都叫他做妙口禅师。啊，你看他怎么样叫他的弟子？悟道啊！啊，这是什么道了？明心见性。他没有讲话了。啊，他吹毛布，布毛啊，吹布毛。弟子看到了，懂得他的意思了，能体会，能通达。啊，弟子会通啊，这个名发明的就是叫他体会通达，他真的体会了，真通达了，但他误入了。所以人呢，悟道的缘分每个人不一样，不定什么时候，不定是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和接触的什么，他一下就开悟。是什么原因？宗门里面常讲的移情有问题，有疑惑，没有答案。啊，你不能找答案，你一找答案，你永远不会开悟。啊，所以要细心去体会，体会不到，这个问题永远在，永远别找他答案。不定遇到什么机缘的时候，豁然大悟。啊，那个急着找这答案是什么心态呢？心里很急，急躁。我们今天讲。心情烦躁啊，啊，这样的人，他心是浮动的，叫心浮气躁。他心不是定的，开悟的人心是定的。啊，外国人教人，为什么科学？他要讲速度，啊，要求快速。和东方人求智慧，跟他完全相反。东方人一切都是缓慢，他都在定中，定开智慧。啊，我们看曾国藩的书籍。他的家书家训，这非常有名的。啊，他教他的子侄就是晚辈，行住坐卧都要慢，说话要慢，动作要慢。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啊，稳重啊。出大事，越是严重的大事越要慢，急躁不得。人一急慌张了，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啊，什么大事你可以放在面前，若无其事，如如不动，他就会处理的恰到好处。啊，这个快速马上好像很敏捷的说，那是外国人的，中国人看到毛躁。啊，这个人不成器。啊，浮躁，这心浮气躁。啊，白居易，当时候。做杭州太守，就是现在的市长。
的地方观，到西湖去游玩，看到这个妙国禅师，向禅师请教什么是佛法，问这个问题，什么是佛法？禅师回答他八个字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，他说此二句3岁小儿也说得了，这个什么稀奇，3岁小孩都会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啊。妙国禅师借着一句话，80老翁行不得妙国禅师的上面呢还是有一句，他真省略掉了，3岁小儿虽说得，80老翁行不得。所以以此二句为浅呢，以吹不毛为深者，白居易也。这白居易的境界，说以此二句与吹不毛平等无二这妙国禅师也。一迷一悟，何耻天缘，若是缘人呢，法法皆缘。人天成即是一佛成，又何能轻视也。是迷就有分别，就有高下就有染污，就有好恶不同悟了呢，悟了万法平等，万法一如，所以迷悟天壤之别若是缘人，缘是缘悟，真正觉悟了觉悟之后他要法法圆满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法法皆缘那他看什么？人天成即是一佛成，那就是佛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觉悟的人而众生的是，众生是一个一个是有差别。我不是你，你不是他。这是迷，这不是觉悟觉悟，我们这个经上标示出来的，清净是觉悟，平等是觉悟，觉是觉悟。清净平等就是觉悟跟清净平等就相反的是迷惑颠倒，这个不能不知道有轻重之分，有善恶之分，有好坏之分有大小之分，这都是迷真正悟了，法法平等，法法皆如，法如其性，性如其法，性相也如，
性相不二了，或者是讲到生佛不二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。说净宗之妙，在于照真大素。照见是真相，诸法实相啊，这是照真呐。大事通达，俗就是真，真就是俗，真俗是一，不是二。真是从性上讲的，俗是从相上讲的，性相亦如，性相不二。性显在相上，相呢就是性。迷的人，性不是相，相不是性。这就分别之处，悟的人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没有分别。我们什么时候对于一切法都不分别了？自己确实境界提升了。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就想到我还是凡夫，我学佛没进步。没有把自己境界提升。若光行众善，则造福于当前之社会，且呢成为敬业之足行。它帮助你什么？帮助你提升品位。光行众善呢，不着相啊。这句话重要。着相，人天福报；不着相呢，那是往生的功德。你看功德跟福德，就是着相跟不着相，事是一样的。都是行善，事是一样，用心不一样。没有分别执着，世间福报变成出世间的功德。如果着相，修福，这个福报就把出世间的功德变成世间的福报。都是念头在转变的。一切法从心相生呐。佛身心愿，持佛名号，在自他坚立，常乐无极呀。这再进一步说，你真正能够身心身愿，你的心愿多深，心愿多大，心愿多强，用这种信心愿力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持佛名号啊，心里有佛，口里有佛，念念不舍阿弥陀佛。这就是李老师常说的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对应对当前灾难。这个方法比什么都有效。
我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如果真的像预言里面所说的，地球上300年的科学成就，一刹那就毁掉了，全都毁掉了。可不可能？可能，整个地球灾难现前，就会有这个样子。到处火山爆发，处处地震，那么全都毁掉了。刹那之间呢，什么原因？地球上众生千万年来所造的不善业，累积到今天，这算总账啊！就会有这个现象发生的。这些传言可不可以相信？我们学佛的人可以相信。为什么自作自受，自己累积的罪业，不是没有缘故啊！那灾难能不能化解得了呢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回头，我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，这灾难就没有。所以这个你要相信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灾难是不善念头累积的。现在我一念回心向善，我不肯再造善了，我完全明白了，痛改前非，后不再错，灾难马上就没有了。灾难跟没有灾难都不是真的，从心想生呢。你不相信，那你就没法子了。所以这里讲的身心愿，名号是善中之善，无与伦比的大善，这持名号自他建立，我们自己问题没有。我们居住的环境安全，他是什么？别人，别人虽然没有回头，我住在这个地方安全，他也不会受灾难。对，自他两利呀！我的业消掉了，他的业没消掉啊，业怎么消掉了？恶念断掉了，就消掉了。只要你还有我的念头，有我的念头在，你就有。这是个关键。我们怎么会把所有念头讲我没有了？谁是我呢？一切众生是我。这叫法身。我活在这个世间，为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也问我，就像我们这个身体，身体是整个宇宙。譬如说，我是什么呢？我是我身上一个细胞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整个身体是我，我不再执着这个细胞是我。以前执着这个细胞是我，跟其他的细胞都对立。跟眼耳鼻舌对立，跟五脏六腑对立，
这就麻烦了，这就要造罪业。啊，罪业积累累得严重了，就会爆发，这爆发就是灾难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肯定的，整个宇宙是苦，发生是苦。啊，我这个身体是发生之一，发生里面的一个小细胞，我这个细胞要为整个身体，整个身体也为我这个细胞，这就完全正确了。啊，这就大彻大悟啊！啊，你对于每一个人都看成跟自己一样，比兄弟姐妹还亲。灾难就变了，境随心转，啊，外面境界，我们的身体跟外面境界永远跟着心，跟着念头在转。啊，什么叫正念呢？正念叫无念，无一切妄念。啊，怎么转法？这个经上教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转法，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，啊，所以自他间的常乐无界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